层出不穷。就我们所熟知的一战和二战，其主要地点都发生在欧洲地区，而这个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互相嫌弃的地区就和这两次战争有关。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就是在这片地区发生的，而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纷争则更为激烈。直到后来塞尔维亚等国成为了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之后，巴尔干半岛的纷争才逐渐平息。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了，而在南斯拉夫期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以多瑙河为界，但是多瑙河却发生了改道，产生了新的河流。所以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认为两国应该以新河道为界，但是克罗地亚则坚持以旧河道为界，尊重历史，而两国也就此发生了纷争。其实河道分界之争也就是领土之争，两国都想占据这片因为河流改道而干涸的新的土地，但是两边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塞尔维亚坚持以新河道为界，而克罗地亚则以旧河道为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块无主之地，名为上西加。如此一来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这名捷克人占地为王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如今让国际社会承认一个新国家的主权是非常难的，那么这个名叫利勃兰的国家今后会如何发展呢？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谓是紧跟潮流，现如今他已经在这块弹丸之地上建立了行政会议厅、议会等机构，并且宣布会采用加密货币成为国家区块链上主要的核算手段，而且他还表明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包括公民不用交税，还可以携带武器等。但是这么疯狂的大肆宣扬，克罗地亚官方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因为要进入这块地区就必须要经过克罗地亚，所以当地警方便封锁了前往上西加的道路，而利波兰自由共和国的国旗也被移除。尽管目前这个利波兰国家已经和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网上办事处，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予他外交承认。在国际社会来看，这名捷克人建立的自由王国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罢了。当然一般情况而言，周围地区对其采取了封锁之后，这名捷克人便会尝到四面楚歌的滋味，而主动撤出该地区，之后该干嘛干嘛去。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取得国际上的认可，那么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将会因为这一小片地区而大变样。因为不用交税，可能世界各地的互联网交易信息都会经过这个地区而少交一笔税，而当地公民也能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再加上这块地区位于欧洲大陆腹地，自然也会因此发生更多的冲突。不过就目前来看，这名捷克人还没有放弃的想法，而他同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将会一直持续下去。